9月13日，王菲与第二任丈夫李亚鹏结束8年婚姻。一位接近王菲的人告诉记者，其实两人的婚姻1年前就出现问题，王菲专心修佛，看淡离婚一事。王菲是娱乐圈有名的佛教徒，她曾专门出过佛教专辑。就在离婚前几天，她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去西藏的照片。知情人士爆料称，其实王菲与李亚鹏本来就是两路人，完全不搭，两人感情在1年之前就出现裂痕。王菲将自己家的地下1层改成佛堂，在里面专心修佛。这位人士透露，虽然与李亚鹏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但他似乎看得很开。1年来虽然甚少出席商业活动，但有关嫣然天使基金的活动还是会积极参与支持。不过在今年香港举行的嫣然天使基金晚宴上，王菲与李亚鹏两人的摩擦被广泛报道。当时李亚鹏去拉王菲到媒体前拍照，被天后当场黑脸甩手，引发哗然。